要下去台南表演，对不对？嗯。怎样？你这次准备好了没啊？什么意思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坐高铁，我们下去了啊！加油啊，来。到冈山啦，回到冈山要干嘛呢？当然是吃羊肉咯。今天要来这间叫做一品羊肉，里面摆满了他们的羊肉。其实这间我们很常吃啊，进来给你们看一下哦。心心念念的羊肉米粉上菜啦，这是我们冈山的羊肉米粉，然后羊肉米粉都会搭配我们的豆瓣酱加酱油包，看起来是不是非常厉害？这是苦瓜羊肉、葱爆羊肉、沙茶羊肉、凉拌羊肚，好吃吗？赞哦！Eric， 你现在喝什么来？介绍一下。喝这个红茶豆浆。对，没错 ，Eric 现在喝的就是我们南部特有的，叫做红茶豆奶。来喝一下。插进去。小时候都会喝这种红茶加上豆浆，它那个味道就是独有的。这在台北应该会有点不太习惯，但是超好喝，是不是超好喝？强总。香港人的妈咪也超爱喝红茶豆浆，对不对？嗯。你觉得好喝吗 ，Eric？ 讲一下口感一下，快。就是好喝。冰冰甜甜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耶，没错，这就是我呢，从小吃到大的汤圆。我看我们南部的汤圆就是这样，一颗一颗的，然后它面手切啊，它是用手这样切切切，一颗一颗长长的面团，然后这样手切手切，然后切成这样子。手用手指头切吗？没错，就用手指头。没有啦，他有时候会用那个刀子，有时候一直削下去，有点像刀削面啊。然后来 ，Eric 吃一下。是不是很 Q 软，很好吃？这个是啊，阿嬷小时候就是带我们去吃的汤圆，然后到现在已经三四十年了，冬天才有卖哦，夏天卖那木瓜牛奶，然后一些高雄牛乳大王那种概念。但是真的要讲的话，就是以前它里面料，它会有些本源的一些料，但是现在呢，里面都没了。它现在没有，有点可惜。觉得小糕点，如果你有看到这个影片的话，麻烦把它放回去好吗？现在要来开箱，我们这应该算是我心目中世界上最强的一个豆花。因为这个豆花也是我们从小吃到大，那这豆花我跟你讲，这个口感你自己看，拍一下。你要用古早味来形容它，你就弱掉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豆花，绝对是他们自己，真的就是纯手工的老豆花啦。哦、你们看到，来 ，Eric 来先吃一口。原来如此。没错，来吃一下它的口感。冰冰的。对，它吃起来就是冰冰的。如果去尝试看看的话，这豆花跟台北所有豆花的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，特别舒服。可能这是我们习惯我们南部人吃的豆花，但是也不是每个南部的豆花都长这样子哦。因为我比较不喜欢那种很机器感的那种豆花，但这个豆花呢，纯手工，而且重点是它的红豆。红豆。它的红豆熬得非常的绵，然后它糖水黄金比例，它的甜度，我甚至上次我想说要不要健康一点，弄个少糖，不好意思，我喝假，不会太甜，也不会太多。一早呢，爸爸呢先来买个早餐，因为呢我们早就去表演了，没有东西吃的话不行，所以来到我们刚才我最爱的早餐店，这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早餐。这就是我们的南部早餐，非常的霸气。你看我们蛋饼包在那个塑胶袋里，然后里面沾满了酱。Harry， 我们要吃早餐了。好啦，早餐时间到啦。这就是我们的最喜欢吃的鲔鱼吐司。同样，它鲔鱼吐司啊，你自己看一下，它是里面是这样子，有点红红的，应该是有加番茄酱啊。然后它的那个鲔鱼吃起来就是会有一种特殊感，然后这跟别的早餐店不太一样。我看现在咬一口来 ，Harry。好吃啊。现在他们两个最后一次在家里练习了，待会我们就要出发台南，要表演喽。前往表演的路上，天气非常好，台南还是非常好的天气，而且今天天气是凉爽的哦。穿短袖哎、欸，穿短袖，我们是穿短袖。Yeah, 台南美术馆到了，耶、yeah. yeah. ！我们现在前往市集的路上，是不是到了？很多气垫床，这应该是给小朋友玩的啦。那现在表演的地点，我们已经到喽，我们要来找一下我们的表演的地方。我们现在走进来之后，很快就看到这个主舞台在哪边了。主舞台在这边。现在要准备彩排了，你是会觉得很紧张吗？现在不还没表演呢、欸，
彩排很紧张哦。没有彩排不紧张啊。那你彩排就轻松一点啊。我想要苹果。还有小粉丝来拍照哦，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一些小粉丝来找 Ariel 拍照了。你刚刚收到什么？小卡片。小卡片是谁送你的？那个就是一位小女孩。小女孩，她说她去年有收到我们的圣诞卡，所以她今年刚好有机会来看表演，然后就写了一张卡片给你啊，你要打开看看吗？哇，圣诞卡片，我们今天第一张的圣诞卡片，好开心哦！教练最喜欢收到卡片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好，自己看哦。现在在等待表演的同时，我们去逛一下好不好？逛一下。这边是有小市集哦，听说都是老板都是小朋友，这边都是小朋友的摊位，他都是小朋友拿他想要卖的东西出来。啦啦啦啦！哎，医生，哇，超久不见哎！你赶上了，可是我们已经表演完了。对啊，好可惜。运动会，他运动会结束，我赶来。这是我的高中好友，最好的好朋友，好不好？现在是拍照时间，粉丝们在排队等拍照。小青呢，白色过了，甜甜的。哎，学妹，哎，我的学妹有来，太开心了，耶！感谢，爱你们哦。现在又是 Ariel 最尴尬的联防啦，因为他不太会讲话，所以爸比这次在旁边帮忙他。他讲话怎么那么激动？耶！台南市美术二馆，我们表演完了，现在终于有办法，就是好好来逛一下这里。其实我们每次都是表演完就赶快闪了，因为这次没得闪啊，因为我们高铁还很久。顺便逛一下台南的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哇，盖的都很美，很有设计感。Ariel， 我们上去喝一下咖啡好了，听说他咖啡厅很厉害。这里好漂亮哦，你有觉得这里漂亮吗？有花花草草，然后还有美术馆。你喜欢逛美术馆吗？嗯，好像很好，很少去耶。对，小时候比较常带你去啦。真的？对，因为小时候你都不会在那边吵啊，就是我哪里有吵过。你现在长大都需要去一些好玩的地方。没有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咖啡厅的那个下面了，然后但是呢他们要上去其实是要实名制，实名制就算了，我们还要拿了这个单子，这个是什么手环啊，而且一个手环五十块押金的。对，台南原来有这么高档的咖啡厅啊。我们再不怂，好了，我们上去试试看，感觉好像蛮漂亮的，上去 go。 那来到内部看一下，我们刚刚呢要先走过这边，然后登记之后呢，然后从这边换这个手环，然后直接上去。我们现在等电梯，我们来到了高档咖啡了，哇，感觉很不错。那我们要进去里面，因为大厅感觉有落地窗嘛，然后阳光非常充足，很漂亮。好了，我们要去找我朋友了。耶、yeah, 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怎么那么好找？耶耶耶耶耶！我们进来这间叫什么？南美春市，它有什么咖啡啊、哦？然后啊，乌龟博呀，气泡饮、鲜奶茶、乌龟博啊。我刚刚是点了台南仙女红茶啦，感觉就是来台南你不点台南的啊。刚刚那个妈咪是点了乌龙茶，我说你来台南点阿里山乌龙茶是来干嘛呀？记得哦，他会附这个手链，然后旁边有一个二十块的那个，要给它撕掉。这边，他刚撕掉是可以折二十块的。太甜啦！哇！我看到这个，哎、欸，好可爱啊！这个有冰棒，什么味道？草莓。草莓哦，哇！草莓。我本来想说草莓，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看一下，这就是我打的台南什么仙女红茶。仙女红茶，喝完会变仙女吗？立马来一杯，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感觉我高级？高级，有高级，有高级。嗯。有台南的味道，有台南的味道，我也不知道台南味道好喝啦。哇，这松饼好美哦 ，Ari。Harry、你要不要吃松饼？没有在这儿跟着我走就没有下次有机会了、啊，对。因为我不会抓你再回去啊，你就得永远站在那个停车场那边，不知道该怎么回家，对不对？看手相都排很。那你下次要来找我们玩吗？要不要？要。有那么喜欢姐姐？怎么了？他舍不得姐姐。我们来到了国华街啦，我们要来吃爆它了。然后第一站先选一个鳝鱼面。来啦，来介绍一下台湾的南部名产，就是米糕跟四神汤。米糕跟四神汤。四神汤吗？对啊，你看它的肠子非常新鲜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？卤肉饭吗？不是，这个叫做米糕。米糕。米糕，所以它这是那个是糯米哦，里面是糯米的。挖一个给你试试看。是
播吃播。耶、yeah, ，好好吃，对不对？又来一个新东西。嗯，鳝鱼意面米粉羹。小李的吃播，好不好吃？甜甜的吗？有点甜。所以小时候我们很常吃米糕啊，但是因为长大之后在台北很少吃米糕。我好像没怎么吃过米糕，吃过一次两次。有点像卤肉饭，它是糯米饭，但它因为它加了鱼松，我们南部都会这样加，非常好吃。鳝鱼意面啊，刚刚忘记叫它炒一点辣椒，炒辣椒才会香。哎、欸，可是我吃过的鳝鱼意面是水水的，为什么它这个不是水水的？其实是干的。干的吗？水的就是台北可能会炒一点水水。南部是炒这样干干的、哦、有些是会根的，因为有点根的那种感觉，有点像这样子。嗯，很好了，我们刚刚吃完的那个鳝鱼还不错、哦、但是没有到我想象中那么超级好吃的感觉。印象中台南的鳝鱼意面是非常强大的、没关系，那我们现在再往里面看看会有一些什么好吃的哦。你好，吃完哦，然后来拍一个不是来喝一个冰草茶。感觉哎、欸，它就是真的只卖青草哎、欸，古早味的啦，古早味的。哦、你觉得好喝吗？这是青草茶、啊。好喝啊。对，你先喝完之后，大家就可以吃咸猪鸡了。好的，回到冈山啦、啊。那现在呢，要来买一下小丽儿最喜欢吃的咸猪鸡。耶、yeah, ，你的庆功宴啊！有没有很多、啊？超棒了吧？好了，拿起来吃一个，你最爱吃的。够咸吗？没吃。爽。我们到高铁站啦、啊，那我们现在回家咯。怎样？这次表演还蛮顺利的吧？你生气什么东西？你知道吗？他们两次我都跟你们两个分开。儿童票没有？对，那我是儿童票。然后他居然把你分开，然后把我们两个分开，对不对？好啦，这没什么好生气的啦。好啦好啦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好啦，表演顺利，拜拜拜拜。